好，那个风筝是这样的，但也是这样，这个管子做的。你看呢，我们这管子啊、哦，等一下你们很多这个管子、哦。好，管子拿来以后呢，来大哥大姐都会给你们一个线哈、哦。来，我们先把这些管子呢，先做成一个基本形状，做什么形状呢？那个还没有贴的哈、哦。好，来，现在好了，来，我干脆做一次吧，这样也没什么。你们会有一根针穿线，这刚刚这个大哥已经帮我们做好这根针哈、哦，针的话会有线给你，线给你的话，你可以利用这个当做针，懂吗？好，来干嘛呢？来穿。穿什么？穿这个管子啊、哦，穿这个管子。好，穿管子呢。好，穿过去啊、哦。好，拉出来对。然后，这颜色你们就不必太挑了哈、哦，反正都包起来。好，这个随机的。哎，哎呦，糟糕，掉了对不对？好，这样穿。好，这个是一个穿法。那另外有爸爸妈妈帮忙的话，有没有更科学方法这样子？有没有？有没有什么？你小朋友，你想有没有更科学方法，或其他方法更快的？好，另外一招哈，我这个小朋友，您，小心试好不好？什么方法呢？好，小心试啊，我可以跟你们讲，但是你要很小心，好不好？这个这样子哈，就出来了，好棒，对不对？但小心，为什么？你不要呛到了，不要吸进去了，会吗？好，好吧，这样子啊，看到看到没？啊、哦！哎呦，卡住了，看到没？好，千万记得你要用之前先吹一下再吸，因为里面可能有小强，好吧？好了，就这样子。好，拿来以后呢，我们再绑起来。啊、哦。其实那个，因为我们家小朋友，你知道我们吸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吸进去，这其实我们可以，我们就是大人可能就是比较容易去控制，就吸的话就在喉咙那边就舌头，舌头就把它挡住了。小朋友可能吸进去会可能被呛到，好吧？所以说这个你们可以尝试，没有关系啊，没有关系啊，好吧？接下来我们接起来以后呢，然后再怎么办呢？好，我们总共要把它做成一个立体的，懂不懂？做立体，所以这立体怎么办呢？我们就要继续接下去。对吧？那继续接下去吧。好了，我们就继续接下去了。那、啊、怎么接的？我们再来哈。我们看这样的话，可能要这样子再接下去来。好，接下去的话，那各种接法都可以。到底要怎么穿？你一次把它穿起来再接起来也可以。你有各种不同的接法跟穿法，好不好？好，这样子好不好？对，对。啊，这头很讨厌哈。好 ，OK， 好，这样子。好，这个考验你怎么绑这些绳子的。好，绑这一节。好，这节一定要绑牢哈，就是不要松松的，好，不要松松的。这三个一点的话，就是三个一点啊。好。绑好了 ，OK， 那不是再缺一根嘛？哦，来同样道理，来，好，同样道理，来，我们可以先绑一节。好，结一定要打牢，一定要打牢，打死啊、哦！好，这长度在这样子啊、哦，就这样，好吧？好。好，这是一个像金字塔，对不对？好，这叫几边形？几边形？来，几边？三边、四边、五边、六边，几边？三边举手，四边举手。好，我问你啊，这个正方体是几边形？一个正方体，来，什么叫正方体的？一个盒子有几个边？十二个边吗？数看看，一个盒子有几个边？这一个盒子，来，这个盒子有几个边？来，我们是一起数啊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
几个？六面。六，哦，我讲错了，六面。六面，我讲错。OK， 十二面，六面。哎呀，太高糟，太糟糕了。六面，我讲错了啊。这几个面？四面。四面。说奇怪，为什么没讲四面呢？这是我错了啊。所以我们的几何图形有四面体、六面体，还有几面体啊？注意看哦，最多几面啊？最多二十面，你能够找到比二十面还多的正，我的正啊、哦，正二十面体不会超过二十面。好，你也能够找到比二十面还多的，我告诉你，你就会成名了。好了，我们做四个这个东西，四个做完以后呢，把每一面呢、啊、都连上，怎么样？先是来每面上哪边好不好？好，每个做完以后呢，这个做完以后，我们就连上什么呀？连上纸，贴上纸，只要贴一个就好哦。对吧？只要贴一个就好，不好？贴上纸，好，贴上纸怎么贴呢？来，我们那个型板给我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帮你想得很好了，我们帮你拿这个型板哈、哦，你照这个纸上面画，这纸拿来哦，纸拿来了，还有这叫洋葱纸，好、哦，洋葱纸，哇，它头在哪里？我已经找不出它了，从哪里开始的？好，这个、洋葱纸啊、哦，啊，你可以用宣纸叫，因为。我昨天我把书局的洋葱纸全买光了，不够我就买宣纸，所以我还有一些宣纸，只要不够那个宣纸，宣纸比较厚一点，所以比较重一点，洋葱纸很薄，好、哦，所以这个的话呢，刚好可以做两个，这一个，有没有？可以做两个啊、哦。所以等一下你们拿一型板啊、哦，这些型板有好几种，好，我们拿一样给你看。好，这型板拿来，你看这型板拿来啊、哦，刚刚好，它是有两个哦，注意看哦，有两个，所以等一下。等一下呢，可能要麻烦你们自己画上去哦，好，这样子啊、哦，然后用圆珠笔呢，用圆珠笔呢画上去，是不是？可以看到，看到吗？看到。好，你就照这个边啊，然后我先拿一个，你先笔好啊，笔好，不要让它少掉了，要不然它就不够了。好，是这样子，然后呢，边描上去，好，描上去，好，描上去的。好，这个先放一边啊。好，都描上去了。等一下，这个型板要回收的啊、哦，这型板要回收的。啊、哦，然后这叫虚线，小朋友都知道，我们做折纸之后，虚线是折的嘛，对不对？实线是要切的嘛。好，这虚线都把你想好了，你看你多好啊。OK， 就这样子，懂不懂？然后把它剪下来，好，把它剪下来。好，剪下来以后呢，这个大哥有没有剪好的？这个有剪好的吗？剪好全部贴上。好，没关系，来，我剪好，来。好，剪好以后呢，你看哦，来，那个刀子给好了，剪或切都可以，好不好？好，剪或切都可以。来，哦 ，sorry， 太急了，这个该丢，这个要换，这个换。那笔尖要折掉，小心。好，等。这个。好 ，OK。好，其实有人聪明吧，对折不是更快吗？懂吗？好，来，我们徒手都可以了，尺都不要了，等到某个功力够的时候，尺都不要了，啊，好了。好，两个都画哈，两个画，因为你一张纸可以画两个，一张可以画两个哈。来，我们先把这个大的先撕下来，好吧？小的现在慢慢。好。我想这有爸妈，我跟大家一起分享哦，因为我也有小朋友，我也曾经有小朋友，我们也曾经年轻过哦。我们小时候你都知道，我们的铅笔都自己削的，还记得吗？好，这个立百代铅笔，对不对？自己削，还把那个 mark 削起来，因为可以换奖品，好，都自己削。所以一把小刀，其实可以培养一个小孩以后成为实验室里面大师，
因为实验室里面工具你要运用妥当的很重要，好不好？所以不要怕，不要怕这个，不要怕小孩伤到，在旁边看着他，懂不懂？好吧 ，OK 啊。然后我们做那个三角锥呢，哎，我刚刚做那个三角锥，好，拿来以后注意看到了啊、哦，看到了以后来，这样看得清楚吗？这可能看不清楚哦。来，我们比较这个专业一点哦，我们背景颜色就弄专业一点颜色来，好，然后过来以后呢，然后把它放在正中间，好，正中间长前后你看呢、哦，前后要留一样，对不对？然后这边的话是不是这样？然后涂上胶水，好，涂上胶水，然后把它折下去就好了，懂意思吗？好，今天这时间有点赶，我真的担心，怕大家做不完，好吧？就这样粘上去，包上去，我的留一点就是让你包上去用的，对吧？好，然后这边包上去，那这个就完成了，就完成了。好，那胶水对，然后拿来包上去，好，好 ，OK， 那这边也是一样，懂不懂？好，弄完以后呢，就是来，一下拿来给我，就这个样子了，懂不懂？好，就这个样子。好，然后呢，把它全部拼凑起来，好，全部拼凑起来，怎么拼凑起来呢？你看，我们会把四个，不，这粘进去的啊、哦。好，记得哦，每一个都同一个面，都每一个都同一个面，像这样的话，好，这样的话这两个绑起来，把这两个绑起来，好，记得要绑牢啊、哦，这就考验你的绑的功力了啊、哦，你别客气，你就多绑它几下，但是一个要接得好，来再来给我两个来，好，对，好，可以看到，来这样子啊、哦，都记得是同一个面哦，啊、哦。把它绑起来啊、哦！等 一定有人会绑错。好，你总共有四个。这风筝来讲的话，假如你家你有两个小朋友带来的话，或者说你或者你跟同学来的话，我等一下告诉你啊，这风筝可以做到无限大，可以一直做上去，这样可以做到很大很大很大，是吧？好，还差哪一个呢？是还差这个，对不对？好了，看清楚啊、哦，来拿着啊、哦，还差哪一个？是差这一个，这样接吧，这样吧，对不对？对吗？不对哈、哦，不对，是这样子啊，对吧？啊、哦，来，所以等一下你们要一起，大家一起帮忙哦，这有时候一个人做还是很麻烦的，是吧？好，绑起来，然后呢，再绑起来。好，所以说考验到你绑东西的能力啊、哦。好，绑起来，对，绑起来。还有哪里呢？噔噔，剩最后一个了。哎，这个线头跑哪去了？好，这个线头不见了。对。对，不对，不是这个，这个没线头怎么办？好，所以最好你每一点都有一个线头啊、哦，来绑起来，没关系，就这样子啊、哦，绑起来、哦。好，最好都有线头，要不然的话，这个你会给自己找麻烦，也是可以，不是不行的。好了，假如绑得不够牢，我们还有那个准备那个。瞬间胶，你把上面点一下就可以了，懂吗？你怕掉的话就点一下。好了，风筝完成了，这种风筝，懂不懂？风筝。好，那为了怕你的风筝啊，风力太大受不了的话，来，我准备一个东西哦，来，这个东西高级的材料，这叫玻璃纤维。好，这是玻璃做的，懂不懂？所以玻璃做的，所以千万记得小朋友拿来哈。那的话，虽然上面很光滑，但是不要抓上去戳它，懂吗？不要抓上去戳它，因为好几天会很难过，因为小小的小小针会能扎在手上，对吧？所以爸爸妈妈拿来的时候，千万记得你帮小朋友弄好了，我就把它放进去，懂不懂？就直接把它戳进去，好吧？就直接戳进去哦。啊，为什么？因为这迎风面特别强，
因为外面特别强啊，所以说风力特别大，所以这一部分就是为了补强用，这就是为了补强用，懂意思吗？它就藏在里面，大家看不到，懂吧？好，这是绝招，是绝招。所以很多人学我做风筝了，没有学到这一招，这秘密告诉你好不好？所以很多人上去就垮掉了，因为这有玻璃纤维在这里，韧性非常非常好，玻璃纤维是一个韧性很好材料，好吗？那这样子，对，风筝完成了，同样道理，来，这个风筝我们叫系线啊，系你们系线，系线一样的，拿那么长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好，然后呢，这样拿来哈、哦，把这两个头绑上去，这条线吧，对，线这边对，好，噔噔，对，然后这边一样一条线吧，对，绑上去。噔噔，风筝完成了，风筝完成了，来，你看看呢，完成了。好，这线的话呢，告诉你哦，这很多可以，这样的风筝是绝对不能飞的，是吧？两边对称嘛，怎么可能飞？对吧？风筝一定要斜斜的嘛，对吧？这斜斜的话还是很重要的，到底要斜到哪去？对吧？斜到哪去？所以看看你们的哦，现在以我来讲的话，我这边抓大概是直角。对不对？你可以多一点点，少一点点，这叫科学。我不跟你讲，你自己慢慢去体会，对吧？这个可以写一篇论文了、啊。什么是最佳？对吧？好，所以你自己慢慢抓抓这个角度，好吧？抓好以后呢，我们就得绑起来，好不好？好，去慢慢去试试这个角度。好了，为什么会飞？来，注意看哦，注意看哦，飞不飞哈、哦？来，等一下哦，等一下哦，要跑了。来，看会不会飞啊？噔噔，看到没有？绝对会飞，这还得过奖的，怎么可能不会飞？懂吗？我还拿这个得奖的，怎么不会飞？噔噔，看到没有？不但会飞，而且很稳。为什么呢？这比一般风筝更稳。科学在哪里了？你看呢、哦？我风在吹，对不对？当我右边比风比左边强一点的时候，它会往那边偏。对啊，偏过去以后，这边受风力是更大，所以这边受到风的力量比较大，所以它就把它吹回来。吹回来，这边呢，风力把它吹回去，它最后就在中间，懂我意思吗？好、哦，连尾巴都不要，你要尾巴会更稳，有尾巴，但是身体就比较不够。你要可以装尾巴，可以装翅膀，是吧？你说不要的部分，就把它剪掉，我、哦、这边很讨厌，对不对？好了，我们就完成了。